创业嘛哈。五一是好久呀、啊，叔叔。五一劳动节嘛。今天是28号。所以说我平时我最喜欢干的一个事儿，我就喜欢带一点惊喜给小纪念哈。带一点惊喜给小纪念，包括我们的视频里边哈，咱们直播家人们，因为我拍视频，我喜欢干嘛？我喜欢提前准备一些东西，谢谢送的礼物哈，我喜欢提前准备好，比如说送给他的一些惊喜呀之类的，然后给他真实记录下来，然后记录下来后期，因为我还是喜欢到处，以前我喜欢拍拍照，到各个地方拍照。然后拍拍视频，所以说我还是会剪辑的，简单的剪辑我是会的，所以说后期就自己简单剪辑了一下，然后配了一些歌曲呀，就给他呀发在抖音上边了，然后就看起来会比较连贯一点。他就穿这个才漂亮嘛，你们觉得我带不带他去看嘛？不带、五一你们一起去旅游，哎，去哪儿旅游啊？我这个时间可能看情况吧。不去，没，我们下次的话估计过两天直播吧。叔叔每次直播都要应该一个星期。来，咱们直播家人们没点关注点个关注哈，然后可能现在时间也有点不早了，我现在手机没电了哈，因为这边也没有充电的地方，我们下次给大家直播好不好？